好，我们现在就是用这个 Osmo Action 的运动相机呢，来做第一天的测试啊。分辨率是定在了2.7K 的分辨率，然后那个帧数是30帧呢，使用的是内置的麦克风，并且是没有使用它的 Rocksteady 的这样一个超级的防抖功能哈。目的就是说，我们想获得最大的这个画面，啊，然后这个手机的这个上面的这个袋子呢，它是我们是那个一个轻棒的，这个轻棒本来是给手机来进行设计的。是给手机设计的，所以放了这个 SMR 的相机呢，可能会在角度上面有一点不够的意思啊。但是这个我们先不管。今天是没有戴耳机跟耳塞，所以说觉得这个不是正宗，还是有一点啊。什么新呢？是它是防水的，不是。所以说是绝对是不用怕下雨的。车子它走得挺快的啊。把这个稍微绑带上来绑一绑啊，打到空档先。然后下面这个打是因为我们这个绑带没有绑好。主要是用这个原配是配给手机的这样一个轻棒呢，装到这上面主要的问题就是说一个一个角度啊，可能是角度不够，因为我现在已经调到了最大的这个角度了哈，跳的最高的一个角度了，跳的最高。用手机的去视频，感觉重很多啊，就是这样甩头一下，也非常方便。
能长这么有经验。真的，我们不久感觉到那个透视会降了。在外面的话，发动机可以跑的话。安全第一的，不需要冲这个啊，不需要来进行冲线，就直接在那边等一下。当然那一段还是比较舒服的哈，可以一下子冲过去，红绿灯比较少，因为整段路程的红绿灯都不会很大。